我找林虾。哦，你虾啊？哦，你就是林虾。废话。抱歉，我没有戴眼镜。那你倒是戴呀。嗯，你说我戴眼镜难看。喏，给你买的早餐，趁热吃了。天河，这脖子冻得跟冰一样。外面下大雪，特别冷。你今天别出寝室了。这小脸冻得红扑扑的，还怪让人心疼的。在寝室呢，抓紧把论文给写了。还有，上次我给你画的重点，别不当回事儿，好好看看。妈的，智障！吕天意原著，个人现在当美广播剧，《妈的智障》上期，欢迎收听。那个，苏白问我你喜欢什么生日礼物？之前不是听说他暗恋你吗？哦，你怎么说？我跟他说，让他把自己打个蝴蝶结送给你。去你妈的！嗨，你不是也喜欢男的吗？我觉得你俩挺配的呀，一个长得好，一个学习好。滚滚滚滚！林霄，干嘛？今天你过生日？对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谢谢。这沉甸甸的会是啥呀？年高考三年模拟。哎呀妈！还是全套。我看你平时都不做题，就送你一套，感觉你用得上。妈的，智障！操，又得买新的。哎，收拾收拾，走吧，明儿再说。这谁的白色大唐瓷杯啊？和苏白那杯子怎么那么像？搪瓷杯子抗摔，我给你的。我知道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哎，我操，情侣杯啊！滚蛋！谢了，没事。这小子，吃。啊，不用，我有面包。快点儿，别以为我没看到。这两天这小智障都没好好吃过午饭，那一整套午餐买完还挺贵的。我不小心买多了一份。嗯，那你也太不小心了，不能退吗？不能退，给我吃。嗯，你别把生菜跟洋葱挑出来啊。我不爱吃。嗯，哎呀，你说说看，你这个人没听说过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吗？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生菜和洋葱，就这么被你挑出来扔掉了。我知道，锄禾日当午。而且你这样挑是对身体不好的，只摄取肉类和主食，蔬菜一点也不吃，还喝可乐。你看你，还往外挑，
那么一点菜叶，你这样子容易缺乏维生素。我吃。这就对了。闭嘴！妈的智障！哎呀，凌霄，你好壮！哎，你怎么在这？果然逮到你了。你在这等着抓我呢？这小智障眼镜掉了，还挺好看的。嗯，因为我发现，你总是在这个时候逃课出去打游戏。哦。你下去，压死我了。我不下。你这个逃课的行为，我得好好跟你说说了。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的成绩在我们班已经属于中下游水平啊，你的生物和化学上次月考都不及格，英语勉强才过及格线，就物理好一点，你还有心？苏白同学，我的成绩你记得挺清楚啊。哎呀，我是班长，我有责任关心同学们的学习情况。班长大人，你不戴眼镜比戴眼镜好看多了。我们这个年纪不必过分关注外表的美与丑，要把学习摆在第一位，其他的事情等上了大学之后再说。操！你这样是不行的。网游虽然能让人得到一时的快感，但是不能让你学到真正的知识。我上不上自习和你有关系啊？你怎么管那么宽？你这样子逃课，将来怎么和我考一所大学啊？我呸！谁想和你考一所大学啊？我他妈找虐啊！操，算是败给你了。走啊，回学校了。啊？你不去网吧了？我忘带钱了。你口袋里冒金的那不是100吗？苏白，你他妈傻吧？啊？不傻呀。我傻心了吧？这桌子上怎么有一个礼物盒？哼，你送的？嗯，谢谢，情人节快乐。嗯，我操，这题好难呐！我操，他怎么靠过来了？妈呀，好近，再往前2厘米就亲上了。我要不要亲啊？在教室亲是不是不太好？哎，不过反正老师还没来，亲了也就亲了。我操！他突然离我这么近，是不是暗示我亲他？嗯，你说哪道题真难？我看了一遍，都不难啊。你刚才凑过来就是看题？我跟你说，你手里这本练习册里的题都是很基础的，你这要是都觉得难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你基础知识不够扎实，书上的概念和公式你是不是都没有背熟呢？这样的话做题也没用。闭嘴！哎呀，你看看你，我说说，你现在问题在哪儿？你一点都不虚心，你这样子是不会进步的。闭嘴！写作业。啊。哎，他什么时候？苏白，你在教室里还围围巾呢？围着暖和，教室多冷啊。那你戴这条围巾就只是因为冷吗？不然还能是因为热吗？哦，你他妈就不能是因为我吗？妈的智障！凌霄，你今天不高兴？感觉从上午送了围巾之后就一直抽着脸。嗯，虽然你今天测验成绩不好，但是也不要消沉，离高考还有很多天呢，只要肯付出努力，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我他妈现在真的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不可能的。别那么想，你其实很聪明，就是不够努力，
那个人给我一刀吧。其实我也给你准备礼物了，本来想放学之后再给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等等，不会又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吧？你要是还送我那玩意儿，我就不拆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怎么可能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了。那我就拆了。新课标本教材完全解读全套黄火熊图片。上次送你五年高考三年模拟，我看你都不怎么做，不喜欢，这个我理解，毕竟你现在基础差，大量做题可能的确不适合你。早晨那么基础的题你还做错了，还嫌难，所以这道教材完全解读你先看熟了，我们在考试中遇到所有的题目都能够从教材中找到答案，所以啊，千万不要小看那一本薄薄的教材。苏白，哎，我在这呢，你有没有好好听，不要大喊大叫的。妈的，智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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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累了吧，要不要吃点水果零食啊？把手拿开，这是给苏白的，你好好跟人家苏白学着点儿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玩。好好好。来苏白，吃苹果，阿姨给你削好了。妈，你看你对自己亲儿子都没这样。给水果刀，苹果自己削去。苏白啊，慢慢吃，还有什么想吃的跟阿姨说，别客气。真辛苦你了啊，天天陪林霄写作业。嗯，没事阿姨，不辛苦，林霄其实很聪明的。就他那样。行了，我先给你们做饭去，你们慢慢写啊。嗯，谢谢阿姨。真乖。你吃这个，我自己削。对儿媳妇就是比对儿子上心呢。啊，什么？没听清。嗯，你吐字不清。我说你吃你的，我自己削。嗯，不对，听着不像刚才那句。嗯，什么西服什么的。哼，就是那句，你耳朵不好使了吧？肯定不是刚刚那一句。哎，你看怎么了，就这两个搪瓷杯，打一个谜底，两个字的革命。不对，是形容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。战友。是情侣啊，情侣啊，情侣杯的情侣啊。怎么样，我猜对了吧？对对对对对，你都对。妈的智障。你看看，这我成绩的怎么样？好，太好了，我就说过你的头脑其实是很聪明的，只是不愿意去努力。你看你一旦开始努力，是不是就明显得到提升了？我要是继续努力能不能超过你啊？嗯，你不用把目标设得太高，就算不超过我，按你现在进步的速度，我们考一所大学还是不成问题的。那打个赌，如果我超过你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请你吃饭。请吃饭太便宜你了。这样，如果我超过你了，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，你不许反悔。可以，但是真的很难，就算超不过你也别灰心啊。你等着。这一模二模三模的怎么都是这样啊，我去你大爷的，就不能多给老子十分吗？苏白，不就是十分吗？你别这样。什么十分不十分的，你突然抱我干什么？你站在天台边上，我还以为你要跳下去。啊，前几天我看报纸，
隔壁中学有一个高三学生，因为考试没考好寻短见，幸亏发现的早没死成。你可不能那样啊。我他妈，你他妈，你刚才抱我就是怕我跳楼？对呀，就算你没想跳，你也不该站得那么靠边，多危险啊，万一脚一滑什么的。妈的智障。我考完最后一科了，你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你呢？我感觉也还行。怎么半天没回我啊？今天晚上我们要不要狂欢一下？好不容易可以不学习了。好啊。哎，听说这部小说特别好看，我老早以前就想看了，剧情冲突超级精彩，人物刻画细致入微。但是高三学习太重要，我一直不敢放纵自己，今天总算可以狂欢一下，我要看个通宵。哦，你管这他妈叫狂欢？狂欢啊！哎，对了，你手里的这本也特别好看，和我这本是一个作者写的，听说结局十分出人意料，你是不是也很激动啊？激动。哎，你要陪我通宵吗？陪。谢谢你，凌霄。我造的什么孽呀？苏白，你的志愿表呢？拿来我抄抄。凌霄，填志愿是大事，不然你好好看看。是谁说要考一所大学的？啊？我这不是怕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嗯。有时间了，你先查吧。你好，我想查询一下。好的，麻烦您了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第一志愿肯定没问题。恭喜。哎，快查查你的。嗯。紧张的话，你可以握着我的手。其实我也没那么紧张。好。什么？好的，谢谢。多少？不会吧？到底多少啊？我比你高三分，高三分。哎呀，你刚才干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逗你玩的。哎，快告诉叔叔阿姨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打过一个赌？啊，记得呀。我可以让你做一件事，什么都行，你不能反悔。好，你说。先欠着，你记得有这么回事就行。好，我说话算话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妈的，这个小智障，有你好看的。哎，快该我了。你想听什么歌？啊？算了，问了也白问，我点去了。李超，你差不多行了啊，快把话筒给凌霄，下一首他的。我唱的怎么样？真好听。哎，你也唱一首吧。我不怎么会。没事儿，就是玩儿。你看李超，人家五音不全，破锣嗓子还当麦霸呢。
但是你们唱的流行歌曲我都没听过。那你就唱首老歌，我想听，你就当给我唱一首不行吗？啊，嗯，那好吧。哎，都静静，都静静，苏白同学要唱歌了。不容易啊，咱老干部学霸要唱歌了，来，同学们，来点掌声。我说一下，苏白同学这首歌是专门给我一个人唱的，你们待会儿可以尽情的胡思乱想啊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就知道你俩有激情。我唱的不好，你们不要介意啊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为大家演唱的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，保护黄河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。李乔，苏白专门为你唱的。你们俩小两口啊，觉悟挺高啊。妈的智障啊！学姐，之前咱们确定的那个节目单，你觉得顺序上面？刚那身影有点眼熟啊。苏白。哦，凌霄，你也来吃饭啊？你在我旁边走来走去的干什么呢？我散步。我先回寝室了，明天见。嗯，好，明天见。什么明天见啊？哟，谁惹我们苏大班长生气了？你。我怎么惹你了？说说，你最近晚上都不和我去图书馆自习。我这不排练节目吗？文艺部最近啊在弄新生汇演，天天都练得挺晚的，再吃口饭，图书馆都差不多关门了。你天天和他一起排练啊？对呀，我们天天都一起。你们除了排练节目还一起干什么？这还不一起吃饭吗？还一起散步，一起讨论，一起够了。苏白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人作风有问题。我怎么就作风有问题了呢？我多清白啊，我长到这么大和别人连手都没牵过，除了查成绩那次。你还好意思问我？我追了你这么久，你最后却和别人。等一下，你什么时候追过我？我早就在追了，从你17岁生日那天就开始追了。我给你讲题，我看着你不让你逃课，我说要你和我考一所大学，我送你5年高考3年模拟，还送你搪瓷杯子和王后雄教材全解，我天天去你家帮你补课，我还唱歌给你听，这不都是在追你吗？苏白，你对追这个概念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我才没有误解，我听我爸说，追一个人就是对他好，我就是一直在对你好啊。冲上去抱紧他，吻他。不行，我不甘心让我的初恋交代在5年高考3年模拟这个定情信物上。苏白同学，我不得不郑重地告诉你，那样其实不算追人。那怎么样才算追你啊？怎么才算追我？这个你不能问我吧，你自己问同学，自己查。你记不记得你还欠我件事没做呢？记得。我让你做的这件事就是追我。啊，不用多，好好的一次就够了。夏天的午后有一点朦胧，校园的长街白鸽画个梦，青春在梦里斑驳。制作组：原著吕天意，策划幽宁，擦边挑逗 NS， 导演
李演，云初条广播剧社，编剧钱宇，后期木月子，海报君子淡许如一，马轩，花石，心之所向，侧柱小木，黑音组凌霄，陌生苏白，严峻凌霄剧团，李超擦肩而过，石英社林母，欲望梦使这个工作室，女同学 A 学姐，相思相思家，女同学 B 语病，同学甲不知归期，卡 U 报幕，烧小饼擦边挑逗 NS， ED 原曲追光者，原唱曾明儿，策划幽宁擦边挑逗 NS， 填词楼邪，静默断简广播剧社，翻唱叶子淋雨剧社，后期新上城春色惊鸿 ES 美工哀黑木下景年工作室，画师包子，在脚下凝结的归途，但之间有彼此温度，拥抱感受每次心动，追逐的人不会迷路，你就是我的星火。总是有晴有雾，向北西辗转一幕幕，回忆从不定格停住，在脚下凝结的归途，但之间有彼此温度，拥抱感受每次心动，追逐的人不怕迷路，你就是我的星